对着轻快音乐舞动家己的身躯，伫下课了后，也阁会当练习跳舞，是乎小朋友拢相当欢喜，唔来当交到更加侪朋友，买当针对家己的兴趣来好好运动一下。老师在讲，然后觉得很有趣就来了。跳舞可以忘记烦恼，因为可以很放松的跳。这是第三点互助社区，特别针对社区内各级学生所开设的舞蹈课程。除了小朋友会当充分达到运动的效果，也会当培养小朋友加一项才艺。看到小朋友每次练习跳舞，拢是相当的快乐，家长也感觉特别放心。啊，小孩子，而且也有伴，他在这边他们又高兴，又可以学一样才艺，是不错的一个活动。他们比较开心，然后就有跳舞过后，他们。吃的比较多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很瘦，啊，很开心，然后就是很活泼这样子。有家长指出，在增加所在要学习才艺的机会比较较少，社区会当提供免费的学习服务。唔呐，看到家己的囡仔学了快乐，而且又可以当学习才艺，是相当袂歹的一项活动。因为我们乡下地方嘛，比较少那个活动啊，不像都市。比较多的那个才艺可以学习啦，啊，所以社区举办这种活动实在是不错啊。因为我们乡下小孩吼都蛮避俗的，然后这样子吼让他们很活泼，蛮有气质的那种感觉啦。第三点，富州社区今年是南投县平定的绩优社区，社区内各项建设以及发展拢是充满特色，对于社区囡仔才艺的栽培嘛是尽心尽力。每一个小朋友是拢跳甲相当认真，而且充满快乐的气氛。就算练习的过程辛苦，伊嘛唔捌跨过跳。记者蔡宏报道。